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三月二十号哦，旧历二月二八礼拜二。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三十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路顶拢未倒，民众开车或者是骑车经过光线不足，是因为点？民众发现，意思是路顶的电线拢让贼仔家去变卖。每年大家嘛了经小改紧张刺激，就是中华抢桥风波。中华警方嘛动员二十多名的民警来演练放炮啊，抢桥保护新桥，这过程是真激烈。罗岗镇长的补选登记为二十号开始，连续三天开放登记。国民党提名蔡明忠嘛，伫咧百外位政界议会人士陪同之下前往登记。另外，就是这民进党提名黄金恩嘛来拜访这彰化市长邱建富，希望会当吸收经验。好来，乡亲啊，这新闻一开始哦，要来提醒这开车经过这罗岗洋湾厝溪南华道路的驾驶人，伫这暗时哦，开车的时阵是要特别注意哦。这几排哦，两公里长的这路顶哦，直到暗时是拢未光哦，光线不照是真危险，搁多定定来发生这交通意外事故。附近的居民哦，就来发现，意思是这路顶的电线拢红贼啊，家去变卖。对，好恐怖哦！怎么说很恐怖哈？暗暝蒙，规条路暗暝蒙。即几间暗时来到罗岗洋湾厝溪南花，民众一定会发现，长长两公里的路段，路顶完全未到，规条路暗暝蒙，予驾驶人士开甲真恐怖。贼仔吼，足夭寿的啊，那袂电电视啦吼，因为你这吼，足侪人吼，最近拢咧运动，暗时吼，你车架无看到发生车祸，生命足宝贵的，所以吼，要等时吼，爱家己认真去拍拼。日时来到永安厝溪南岸，会当清楚看到道路是直个宽，车辆经过速度拢真紧。不过这路顶哪会未倒？原来是贼仔拢甲电线偷家去。阮咧偷电线，这个贼仔吼，甲咱这個电线吼，总共这沿环河道路吼，总共有千外米的电线，全部甲伊偷走去。吼、哦，啊，电力公司迄边遐，阮甲问伊是甲讲吼，损失差不多一百万左右。目前台电公司也在检修，到底有多少的电缆线被窃？那大概什么时候会修复？因为那边很暗，而且车子也蛮多的。我想台电公司目前应该是在先了解吼、哦、失窃的地点跟数量吼、哦，那我们也在积极的催台电公司能够尽快将电缆线恢复。路顶无电，性命财产拢无保障，民众讲着这着气，加上即卖铜的价钱真悬，回收商嘛提悬收铜的价钱，再来偷摕电线兴趣着搁较悬，小窃案大损失，搁予民众无辜失去性命，真正是气死人。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岗采访报道。另外，把镜头刷来到彰化市，来看这一年一度的大甲妈祖廖敬出巡，将要伫这23号拜五暗时起到。每年这大甲妈来到彰化的时阵哦，总是会出现民众抢桥爆发严重的集体冲突哦。为着要来防范这种的状况发生，彰化警方哦，早起嘛动员这20多名的民警哦，有人是光桥啊，甲扮演这抢桥的民众。过程是真逼真哦，希望会当顺利通过彰化，或者大家妈的兄弟唔通来见我。这是去年大家妈经过彰化七彩红安头前两排人马伫妈祖乱叫面前冤家相排入面。为了防止类似情形再度发生，彰化警分局是特别来演练妈祖乱叫面对着抢救民众的时阵要安怎应应。大甲妈祖吼，这个还没有启程绕境吼，我们就先做一个防抢的一个演练
好，那希望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演练，好，能够使得大甲妈祖绕境期间哦，能够这个情路能够顺遂平安，然后不会发生这个抢轿的这个事件。因连抢轿拢是家己人，动手的时阵拢会较细腻。彰化警分局表示，往年大甲妈来彰化，特别是经过民生地下道的时阵，拢会去拄到热情的信众来抢轿，所以是特别来因连要安怎互救，人员要安怎互相支援。哦，通常的话，以我们的以往的经验哦，都是在我们彰化市的这个民生地下道这边哦，比较容易发生这个抢轿的事件。那当然，其他的地方我们也会特别的来注意。那我们整个一个单程哈，以单程来讲，我们就有600多名的这个警力，还有160几名的这个民力。那在这个轿子旁边，随时都有80名的警力来做一个护轿的工作。23号这礼拜五，大家马起驾；24号就会来到彰化市。礼拜六暗时会驻驾在彰化市南苗宫，警方嘛投入上千名警力甲民防，要来防止抢救的状况再度发生。多谢新闻中心梁彰化采访报道。啊，那过来哦，来关心这政治方面的消息。罗岗镇长补选登记为20号开始，连续3天开放登记。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蔡明忠，嘛伫在100多位政界、医界人士的陪同之下，是来到罗岗镇公所的大厅办理登记。秀团的总裁吴明和哦，一个特别将伊这白色的先生衫哦，脱来，或者蔡明忠穿哦，代表这白袍加身，希望伊会当成为全台第一位的医生镇长。现场动算声音是不断。蔡明忠动算，明忠明忠蔡明忠动算动算。大批蔡明忠政治界、医学界支持者是聚集伫个罗岗镇公所头前，现场加油声音不断。连杨根馆长邓碧源嘛以竞选总部主任委员的身份亲身徛台，替蔡明忠来加油打气。这38天要决定咱罗岗的未来，这38天要来，予咱有这个机会。来找找追求鹿港未来发展的希望，为着鹿港，为未来，咱大家勇敢拼一摆，好不好？咱来给明忠加油一下，好不好？蔡明忠，动算！蔡明忠，动算！蔡明忠，动算！阿忠，阿忠，阿忠，动算！动算！动算！8:20登记时间一到，在大批支持者的陪同之下，蔡明忠是顺利完成登记手续。我们鹿港镇公所所有的好同仁，大家所有共同的支持，让蔡明忠顺利当选。白袍。伫个鹿港行医17年，照顾真侪病人，秀团医疗体系总裁吴明和，佮伊个医师衫脱落来，予蔡明忠穿，代表白袍加身，希望伊成为全台第一位的医生镇长。白袍加身是健康党、鹿港党给那个蔡明忠给他支持，让他为鹿港来怎么样啊？解除痛苦，然后到此幸福的健康。啊，现场动算声音不断，政界、医界重要地方人士嘛用签名、行动力来全力支持蔡明忠，让蔡明忠四月底选战时信心满满。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六港采访报道。好，谢谢。其实喽，即届鹿港镇长的补选，不管是国民党也是民进党，鹿港这场的选举是看甲真重要哦。除了国民党为中央到地方是全力来呼选以外，民进党所来征召参选的这官员黄进恩哦，20号早起嘛专工来拜会这老同事，就是这彰化市长邱建富，希望会当吸收经验哦，伫这4月28号镇长的补选来拍赢选战。上着高票当选的何变彰化市长邱建富是来预祝黄靖恩伫即回鹿港镇长的补选会当顺利当选。黄靖恩当选，黄靖恩当选，靖恩靖恩靖恩。邱建富表示，人咧讲过行如过山，比较起竞选对手出身医界，欠缺着面台的经验，黄靖恩会当得到较侪选民的认同甲支持。伊的这个过程甲我同款，拢是由这个管理会做起步。在议员的经验当中，来学习到咱的中正的这个资历，啊，甲行政的这个经验。所以讲咧，由这个经验来担任咱的鹿港镇长，我想是非常的这个适合，也是咱大家共同的这个期待吼。
林正言嘛讲，家己是对社区理事长开始做起，加上有6年县议员经历，就算伫地方上得到相当的肯定，嘛爱来彰化市向副市长请教。在议会，阮两个吼，当做议员的时阵，建武兄教我足好诶。啊，即摆伊担任市长吼，啊，我即回有这个机会要代表民进党啊参选罗岗镇长这个补选吼，我过来找我的老同事吼，把咱啊区建武市长来请你。来请教安尼啦，区建府强调，家己将伫无违反行政中立原则下来全力扶选。虽然彰化县地方政治版图嘛是拿侪一列，但是即马彰化市、溪州乡、花坛乡拢已经是民进党执政，有真好的发展空间。若是黄正安顺利当选罗岗镇长，将更较有意义。大众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接起来哦，真 Q 接国际肉干，真侪人拢真介意食。伫在新港乡的这间肉干工厂，不但有家己的品牌哦，还佫将这肉干卖到国外去哦。详细新闻内容哦，等一下报予乡亲知影。